现在，现场所有资深媒体人请逐一做出选择。我代表旧浪娱乐把这票投给咸酥鸡。代表网易娱乐把这票投给咸酥鸡。把这票投给鸡排。我代表飞债把这一票投给咸酥鸡。我来自居居音乐，我把这一票投给鸡排。他们选择是鸡排老师。这两位都是我一路吃过来的，今天要做这个决定特别艰难，特别不舍。咸酥鸡相嫩多汁，但是要鸡排时的踏实感无可取代。我选择鸡排 man，sorry， 咸酥鸡 man。You don't have apologize man。这决定是我做的，特别痛心。吃宵夜就是这么的真实，这么的残忍。你为什么要代替我？